nyāṅ chī chimbūr tsūdhūṋ hī mīyāṅ zhōni mhāṅ chimbūr ngā dhyāṅ tā prakṛtāṅ āṅ tsaṅ tū shimāṅ tō tūmbā tū chī chāṅ lāṅ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呃，那么我们继续讲呃，张地金土大注释呃，前面人波切，呃所造的呃玄奘差读本，那么原文当中有这样说道：诶，马呵嘿嘿，八字必求中居将所提问呃，必差功德如何？八十亿亿具得佛茶庄严，其实共德何其为矣？ 六道众生不与一切成圆满正等觉后，与多一两界自失，唯意宣说必差功德，以数所不精，我哪能言说？那么大家清楚，这篇书生文章，呃，由啊地支呃比丘尊者讲说，呃亲闻而引来这个前面的某些尊者的一番诉说。那么这里啊、呃、就说到。 呃，法智尊者讲说啊，再次提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有什么功德呢？那么，前面人不及尊者呢？按照啊，佛说无量寿经啊，这样讲，就是说八十一亿佛刹的庄严功德合集在一处，而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先然呢，有超出百千万亿刹的功德。大悲世尊在。 无量书经里面清空说道：“恰是六道众生无以胜愈，没有一个生下的全部成就圆满正等觉佛果。这些佛在超过大界的世界里面，唯一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也没有炫烁穷尽的时候。所以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赞叹者的身份就是具有无上世外边财的诸佛。” 而诸佛的数量呢，是仅六道一切众生的数量，也就是说，包括了地二鬼、旁生呃等在内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全部一个不剩下，成了最高过位的佛，有最高的圆满的智慧，能够明彻的见到极乐世界的一切功德。 毫无障碍的用语言来宣说，然而呢，按照这个语言方式来宣讲的话呢，即使时间超过了一个大节，还是说不尽西方极乐世界功德的一份。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这的确是不可思维、不可计量、而不可言论的大功德海。前面的摩诃尊者说啊，既然一切诸佛在。 况大劫中都无法说圆满，何况是我？哪里能宣说到呢？这样大家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哎，确实是不可思议的诸神净土。也就是说，在十方世界当中独一无二的、非常这个殊胜的净土，是由护主阿弥陀佛的法身智慧跟往昔大愿王赫赫而显现的，无比庄严的。 极乐国土，在王生伦当中啊，对于以这个极乐国土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三类庄严所摄的二十九类不可思议之相做了简略的宣说。哎，就像那样，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尘一毛都圆明具德，一花一香都不可思议。而且往生以后，决定得不退转，念念正依。 无量大菩提的三根，获得光大的大乘殊胜五众的神通，能够无碍的由心十方过度，心慈普贤心愿，而且呢，已经往生再也不起任何我和我说的念头啊，就是说，由于没有我和我说之作的缘故啊，不会有任何谈层次等等的烦恼，那么这样一往生就彻底截断了生事。 入耨不推地，而且呢，毕竟达到无上究竟佛果。那么就像这样往生以后呢，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再说极乐国土的七界举足功德庄严，都是呢《怀元经》所讲的力是无碍、世事无碍的法界，这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宣说完的。所以呢，我们应当入世立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前面的摩诃又这样说道：“西方极乐世界成而不坏，往昔无量诸佛降临，现今阿弥陀佛安住，何事无有千边行水，多出质量不可思议，超出数量，必中不闻八无侠处，绝无故事，常使极乐最其圆满，发如是故名为极乐。”就是说啊，西方极乐世界呢，有成而。 没有坏，而这是极其稀有之事，哎，大家清楚啊。任何有违法都是呢，当身即灭，不会安住第二场的。所以呢，整个时间界都祖先成住坏空的相，都是呢苦的自性，任何事情都被无常思变所摄啊。所以呢，所谓这个积聚结教三。 崇高必堕落，合毁终立变，幽冥皆贵死。但是呢，西方极乐世界呢，纯粹超出了这个怀离变，极聚的不回孝三，崇高，的也不回这个堕落，和合的不回分，呃，神的没有老死，哎，生的呢没有这个老死，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事。 譬如我们往生以后，莲花化身就再也没有老兵时的苦了、啊。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了大团圆，而可以无碍的边显十方差度，再也不会分离。而且呢，达到了很高尚的位置，再也不会退堕下来，智慧心心念念不断的上升，最终圆满成就佛果。啊，最终。 成佛，那时候呢已经彻底还归法界，不会退动到生死幻梦当中。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它不像这个世界，到了后面会发生宇宙爆炸等等坏灭一空，什么也没有。然后呢，又出现新的世界，哎，这就是坏空。这也不会想这个三有界都是那辛苦，一直就是潜藏着苦因，从这里会爆发苦。 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再起苦的因，也就是净土经里面所说,说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在极乐期间呢，也没有什么风雨日晒，什么这个春夏秋冬的变异，没有什么啊，这个日月的更替等等。 所以呢，就是极乐世界它呢，原定的时间生生灭灭，代谢之苦，哎，不像这个历代的王朝啊，这个可以说行善啊、衰败啊、成就啊、失败等等，呃、啊，什么这个可以说兴衰成败等都没有，整个世界建立常然，无善无变，呃，极乐国土永远都是那样庄严，那种这个盛世是不灭的。 跟啊前面说这样的一些小差度等等相啊，就可以看到，这就是初世界，超过三界道，清净无比，而且就是五老乡也是十相相。啊，前面说到的差度属于这个时间界，终身的苦乐、啊、终身的寿命长短等等，跟我们这里的状况差不多，而且呢还要有,有很多很多次受生。但是呢，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 再说，解放极乐世界它不是小的刹土，极乐国土的量不可思议。无论有多少多少的众生深入极乐世界，这个极乐国土也没有任何狭窄啊、逼迫的一个像，在一个小角落里面都能够看到十方残害的情形。所以呢，这是事事无碍的法界，它超出了数量。 所以呢，所谓大笑无碍，光下自在，一多相机，严处平淡，圆明具德。啊，就像这样，它超出了分别式的亮度，所以呢没有办法计算它的量。而且呢，前面的没有说，在极乐世界这里呢，也没有什么霸无下处，没有恶意，没有苦，常是快乐，已经达到了极度圆满的境地。 这就是法而如是，或者说以世事是如此的缘故啊、呃，称之为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需要明白这一章的大字选出了极乐的含义。那么前面的母亲又这样说道：于莲花瑞胎中刹那成身，因非幼通，是情存生，居无间丁前夫伦等三十二相。 八十虽好，凡生必差。同为金舌生，必求一相。性具无神通，四毫无有无度烦恼。必中无老师苦，寿命打到无量劫。必中无有非是儿十，无有谋私命中转其他生而间断。故必中不可能不成就真能觉。 那么在这里进一步再说西方极乐世界发生的一个情形，那根本不是世间所谓的太乱世化啊，是中生。二是呢，从如来正觉莲花化身啊，这是不可思议的生的一个状况啊，也就是王整自己一刹那间就从莲花的花蕊当中化出一个青春生啊，而这个不是。 小孩那样的身体，二是呢，已经成熟的具有入佛一半的相好的身体，而且这就是护住阿弥陀佛的本源所导致的。他说啊，王僧者都要达到弱一半的相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庄严，而且呢，具足智莫、正精色神等等，因此呢，你从极乐世界莲花里面化出来，就有无间定香。 前夫轮乡等等说说的三十二中庄严相，在相上面呢有八十种随性好，凡是往生者都变成一样的金色身，并且呢显现为比丘相，而且呢内在心上呢具有极其广大的无神通，在这个《无量寿经》为本里面啊就说的非常清楚。 呃，就是说啊，神通呢以百千万亿那有他为最下限。比如说这个天眼通极其广阔，能够见到无数世界里面众生生来死去的各种相状。呃，同样这个苏明通也非常深远，能够见到自他往昔世中一生一生怎样转身，转到什么地方，什么家族，做什么行业，怎么修道，等等等等。啊、呃，就像这样极其光远的。 百千亿，那有他阶以上的，事情都历历现，在眼前。啊，再者，他心痛呢，知道百千万亿世界里终身的起心动念。同样身之痛呢，能够一念之间越过无数个国土，在诸方刹海里，对一切诸佛献上供养、转绕啊、顶礼啊、停法等等。或者呢，呃，对。 当初的有情做客重的利益，把他们安置在菩提道当中。呃，同样，这个天二通能够闻到百千亿世界里面的非常非常微细的音声，能够听到佛说法等等等等。呃、就像这样，具足极光大的神通啊，内在心里面已经具有大乘不公很殊胜的光大的神通。那么再者呢，从端德上来讲。 谈尘痴慢记无度烦恼一个也不会有。哎，这个时候呢，并非想差的升到这个折摩洛洲，还会对罗刹王退信心，或者呢心里还不服气，等等等等，根本没有，也不会想这个升到杜衰天。如果在外院见到田宁，还有各种色身相位处无余，那么心还会散乱在里面，这些都叫做烦恼相。 然而呢，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什么烦恼也没有，就是说贪嗔痴、傲慢、嫉妒等等的烦恼，一刹那也不会升起，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再者呢，也不像其他小刹度的凡境界，还有老比丘等等，有跟我们这里差不多的骷髅宿命长短等等，而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呢，没有。 老病的枯，寿命一下子拉长到无数劫，就像经中所说啊，比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又像经中所说的，自受啊无漏的安乐，没有这个忧了，啊，就像这个啊，又像这个经中所说的，只是受用无漏喜乐，不会生坛欲，所以呢，完完全全超出了一切幽乐的苦乐。 而且呢，一从莲花里化身，就得到了情绪自身，无极自体。这上面呢，没有地税或风湿大冲突的一个冰箱，也没有哎这个无云成熟以后的衰老之苦。那么总而言之，在这个增报的根深上面呢，没有优乐的苦，而且呢，这里面绝对不会有废死死亡的情况。 那么再者呢，不会出现一生一圣的寿身中间间断，所以呢，决定能够成就佛果，百分之百一往生就是这一生就可以说就是成佛的。也就是说，一往生就是呢不退地，念念增益，无量菩提三根，说明呢，又是无限长，中间呢不会再生死而间断。当然，只有进步没有退步，最终必定成佛。 这样才知道，一生到这里就决定必经成佛。正是当中推算的艰难已经没有了，所以叫做完全安慰自己，完全安慰自己。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先在发愿一心治国，唯除夙愿未理由亲回辱盛世外，不推多盛世，不可能受生。 意思就是说啊，如果自己有愿力，就是说我本人在那里得到了成就以后，为了利由军回到圣世界当中，以大愿力为铠甲，在苦海里度度众生啊。所以呢，所谓这个化开见佛，悟无生，回如娑婆，度寒士等等，有这种悲愿的话呢，阿弥陀佛就会成全，阿弥陀佛就会加倍让你自在无碍的。 在这个世界利益众生，那么这种情况会再来这个世界，但是呢，这个就是原力受生，跟反夫以业力受生截然不同。那么除此之外呢，不可能随着烦恼业力退堕轮回，不知在的受生等等，压根儿就不存在的，毕竟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这样。 大家才知道哦，西方极乐世界是畜世间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净土，是畜世间界。而只要往生到那里，就彻彻底底的超出了真实轮回，而极其困难的解脱之师，通过王生法门，可以非常快速、非常容易的完成，把我们成佛的历程呢，缩短无数界。 所以啊，这是一个极其出生的差度。先前也说过、啊，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一方面非常容易王成，另一方面呢，王正以后功德呢极其殊胜。那么这样来衡量，他的的确确就是我们民众的唯选择。这样就把选择差图的事情完全定下来了。我们这一生的归宿。 就是去极乐世界。前面说了，无方佛其他差度的条件就是一地上的菩萨，有这个可以说就是修行境界可以啊去，这就非常困难，啊，这就非常困难，反复呢无缘文静了。而这个华藏世界就是包身佛受用圆满的大差度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往生。 那么我们就更不必考虑了。那么此方世界虽然有各种空心、差秃、成名、差秃等等等等，但是呢，也要相当高的成就才能达到。我们感觉条件不够。那譬如五台山、冈底斯山等等等等，虽然心中向往，知道那里是殊圣的圣地，但是呢，凡夫有一大堆的问题，到了那里。 也不免心生怀疑，呃，譬如一直走走走走到深处，也找不到这个圣迹，这个时候呢就会打退堂鼓，啊、呃，想着还是赶紧打包回去吧，啊、呃，尤其现在的人呢，心里没有那么坚固，又吃不了这个苦。再说，王生、杨王生大师差多，也要看你怕不怕生死，能不能对。 年事的话，一觉风信呢、啊？这样去考虑啊，感觉也很难。有的人说我不怕，哎，其实你生个病就怕了，连生病都扛不住，赶快留。如果再多一点苦，我看反复的信念基本不行了。再说在一教风信方面，当今时代也有很多问题。说实在，现在的人的。认得 自我意识太强太强，事实都是呢，我怎么想的，我要怎么干，我不愿意，等等等等。那么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呃，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大堆，呃，只不过没有外现出来而已。而且呢，神道折么落住，最终也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同样，再说神都帅天，也要看你怕不怕生生啊？如果你本 对于受一次的损失不害怕，特别有愿力啊，特别有愿力，那当然也可以。那么这样了解以后呢，大家要好好思维，呃，是不是跟前面的默契一样，选择往生极乐世界呢？啊，这是现在就要好好考虑。但是大家需要明白，不是强迫你往生，而是呢，你要自己以立志观察清楚。 一旦你感觉特别满意、特别愿意，觉得非常欢喜，得到很大的安慰，哎，得到很大的安慰，那就好了。之后的所有的工作都能够顺顺利利开展。你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我的归宿，我现在就要努力。有可能是今年，或者是几十年以后。 就升到了这么殊胜的一个进度，那时候一下子达到无量寿，再也没有生死当中的苦乐，而且呢不会退堕，没有任何危险性，成佛的事情完全就定了。再说往生以后是那么殊胜、独一无二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净土，而不是说容易往生，哎，结果就很差。就像前面所说,说的，家是一切众生都成佛，以极其不可思议的。 无碍会变，在无量界的世界里面，相续不断的演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也说不尽一份，可见是多么殊胜啊多么殊胜啊！说是法界六道的所有的众生同时成佛，在一个大界当中讲极乐世界的功德，说不尽一份啊这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独一无二的殊生的净土啊！所以呢，往生极乐就是求之不得的。 好事，想了以后呢，都应该笑个三天。哦，今天终于找到了这条道路，做了最适合的选择。的确啊，这个呢，比我们人生当中见的任何志愿都要重大无数倍，真正是非常有智慧的选择。那么，下面前面的母亲又这样说到。 初所无量供给饮食等，经心中气念，便自然现前。彼国无须辛勤农业啊，彼国无须啊辛勤农作，时而满足信意，润泽其身，不出大小便灰。国中无凡夫女，然有无量供养天女，常是诚实之境，恒不离佛，以彼供养。 性无量供养云于这章中随而生。弥陀过诸弥陀世尊常转法轮。那么我们继续会考虑，那就考虑什么呢？继续考虑，如果我生在西方极乐世界，我的触说、我的应食等等的收用如何呢？在那里呢，要不要这个辛苦的劳作呢？ 在那里要不要辛苦的劳作呢？会不会有逾界的事情呢？能不能听到妙法呢？等等等等，这回继续会考虑这一块。那么这里呢，前面人不就进一步做了这个介绍，就是说我们以往生西方净土就处在无量宫当中，宫殿呢已经超出了大小一朵单的尽量，这个叫做无量宫。而且呢，所谓的这个阴师啊。 衣服啊，母语等等方方面面都随心自在。心里一想，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哎，譬如这个宫殿，是大是小，是方是圆，有多少间，随着自己的心自然而然变现出来了。或者呢，沐浴的时候呢，这个谁啊，随着自己的意愿而变现出来。想到这个教诲就到这个教诲，想到这个膝盖。 就到这个膝盖，想再高一点到腰部，就到腰部，想从上往下灌，那么这个水就从虚空中往下灌，或者要亮、要热、要欢、要急等等，全部都随心变现的，在于此当中，相信什么这个佛法，就听到相应的法音。 一听就安住在菩提道当中不退转的。再者呢，香瑶这个因事，那么这个呃起宝铸成的簸器就现在面前，然后呢拜为真修啊，拜为这个真修啊，深满这个钵当中，眼睛看看意识明月，就得到了这个宝珠。过后呢，自然化具，需要什么样的供养具，自自然然。 会现，在面前，而且呢，以各种香华等等来供养一切的诸佛，或者想到哪方差的距都能够自在有心的。那么诸如此类，心中一想就自自然然能现前成办的。而且说到在这里呢，不比这个金庆的农作，啊，也不比这个裁缝做衣服，自然这个妙事一至。 就身心满足，受到滋润，也没有什么大小便。极乐国土里面没有这个凡夫女人存在，因此呢，没有什么爱欲知识。自己生在那里，自自然然就有无量供养天女常侍臣侍，而且呢，很不离佛。呃，自己在佛面前做各种的尘世，领无量的供养。要供养的时候呢，自己收装当众呢。 就随心出现各种微妙的公品，而且在护住阿弥陀佛面前呢，很是英文正法，以阿弥陀佛的价值迅速开悟，成就光大的功德。得阿弥陀佛的收集以后呢，就很快自己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开发，自悲力的大用能够圆满。啊，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八字的状况。 下面又这样说道：“处说十仪，折某罗族中有十亿之尊念是，当处已有二十亿为举弥陀冠冕,冕者。此十仪处师者，乃是无量光幻化中一份。念是实际是阿弥陀佛。处说波达拉功德，啊、呃，处说波达拉的观世音。” 当涂松针干波，伽玛嘎也是观音。现界前佛，彼等一切皆师观音幻化，其化迹实际是观音王，即为阿弥陀佛写实，常是与佛右胁而住。触说杨柳供的弥弥珠，玉虎环花举陈敞明者等，是一幻化。 其画技其实是大师者，以长师遇佛作写而著。那么我们又回想，我们非常崇拜的莲师，非常崇拜的观音，非常崇拜的金刚兽，他们跟极乐世界是什么关系呢？大家需要明白，实际上极乐世界是本部啊，是本部。 从中画出十亿年师、十亿观音、十亿金刚所担的，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情形，就是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是一个小世界，每个小世界里面有一个折摩罗洲，在是一个折摩罗洲里有十亿尊莲师樱花。 从这个张帝孝范围来讲，也有二十一位公认的具有弥陀冠冕者，也就是说，有二十一位公认的阿弥陀佛的化身。另外呢，出现在世间的十亿年师等等，正是阿弥陀佛光明中幻化的一部分。那么这样才知道，年师是化身，它的本体。 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大家要知道本和寂的关系，或者说花迹和花现的关系，本就是弥陀，即是莲氏，或者说从弥陀的智慧中现出了年事，所以呢，所谓光中化佛无数一化菩萨中已无变，就是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当中也讲到，过中有无数莲花。 一念花除善事六百千一光，一光除善事六百千一佛，一佛又方百千光明，在十方世界宣说妙化，教化众生；在十方世界宣说妙法，教化众生。另外呢，莲花生大师的呃专辑里面也讲到，从阿弥陀佛的光明中。 啊、呃，出现了这个年事。那么，在这个世界花出多少呢？花出十亿，每个小世界里面有一尊年师，都是阿弥陀佛啊、呃，全都是阿弥陀佛啊。呃、所以呢，就是年师就是阿弥陀佛的游戏，大家需要记住。比如说尼玛派是年师的派，年师的派就是阿弥陀佛派，往生极乐世界。 却是很好的事。再者，我们非常敬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大悲护助观世音菩萨，在此土有波达那的观世音，在西藏呢有中山干部法王，还有嘎玛嘎等等，实际上全都是观世音的化身。还有呢，就是实际上呢，现界前佛。 全都是观音的幻化，哎，现界千佛全都是呢，观音的幻化，这一切的化境，那就是真正的观音王。那么这个观音王他在哪里呢？就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右手边，那他就是极乐世界第一大部主，西方三圣的第二位圣尊。 这样才知道，原来我以王生极乐世界，就能亲眼看到所有观音的化迹，或者说他的本愿真实的观音王。我们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就非常慈悲的来给我们说法。那功德力、烧财殿的都是呢，有观世音菩萨亲自来接，啊，或者呢去消称的。 莲花一开，观世音菩萨首先来给他们说法，等等，这样才看到西方的规模，它就是中部啊，的确，它就是一个中部。那么再者，我们也同样特别崇敬金刚手菩萨。那么他的本来面目如何呢？在此土洋流宫有一位，杨牛公又译为米米柱，他就是金刚手的化身，他又幻化出具有。 陈闯明子等等啊，诸多化身有诗以幻化。那么他的花季是谁呢？就是大势至菩萨，而且他就是西方净土的第二位部主，在阿弥陀佛的左边站立。那么我们往生以后啊，那么我们往生以后呢，就亲眼看到一切金刚手菩萨幻化的本愿大势至菩萨。 这样才知道，原来西方善争处在净土当中，对着这个世界发射了无数无量的幻化生。而不仅此世界，他方无数世界海里面也有无数的化身。所以，西方净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个刹土，也是我们一心要回归的地方。下面又这样说道。 从此战不周，主取必方有吉祥神者龙书大伯尊者穷波，那就是者，说人证空心虚空生窗至尊龙把金刚之胆，佛说总的有七十二亿菩萨，由此差图神必差众。 又说有吃完必求眷属，在这里又回想，多少人选择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是不是很低级的凡夫才要往生呢？啊，不是啊，赤兔南瞻部洲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圣者、大菩萨、大诸士，法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印度有护住龙树菩萨，大家清楚，他就是大乘八众，也就是说中，净土宗、迷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发祥宗共通的大住士。而现在，释迦牟尼佛在人家经里面书记说，名叫龙的菩萨，在这个世间弘扬我的大乘教法，山坡有五助边，他得到极其地，民众往生极乐世界。 龙树菩萨的身份，有的是说一地，有的是说是七地，等等，有各种说法。总而言之，护主龙树菩萨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造了极乐净土的原文。那么，前面的摩羯，他老人家啊，就是噶举派的啊修行者啊，所以呢，他之后就谈到呢，噶举派的情况，在这个噶举派里面。 米拉日巴尊者最大的弟子就是达波仁波切，也称之为冈波巴，他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么杰作就是香巴嘎剧的开牌者，琼波南珠，哎，琼波南珠，哎，琼波南珠。那么琼波南珠啊，就是这个琼波瑜伽士，啊，一个成就者，他就是松代嘎剧派的大住持。 少年时候呢，首先学习啊，波、呃、摩教。后来呢，去了印度啊，尼泊尔，然后呢，啊、呃，住世五十年，接纳了数万徒众，开篇成香巴嘎举，哎，开开成香巴嘎举，兴盛了四百年。这位大住世也是王珍杰的师讲的。那么其他呢，还有这个呃，寿仁者啊，虚空这个深窗啊，龙拔啊，金刚赤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成就者，很多很多的注释，他们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前面你们学出啊，总的就像这个大悲世尊载无量寿经所说，此土有七十二亿大菩萨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其他的修行菩萨不可陈述了。那我们仔仔细细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也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呢？所以呢，不要轻视极乐世界，应当把它作为吃生的归族在短暂的一生当中，好好寄居王生的质量，这样我们将来都会在极乐世界见面。下面呢，我引用啊《唐有无量寿如来回当中大悲书中说到的持方以及。 呃，诸方刹土不可计数那么多那么多的大菩萨往成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从而了解到极乐世界就是出世间刹土功德极其高深。佛经当中，释尊说啊，在这个佛土里有七十二亿大菩萨，已经在无量亿那由他百千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 成就了不推砖，他们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推砖菩萨尚且往生，其他有少许三根利的菩萨往生必过的更是不可计数。从南人如来佛过，有十八亿不推砖菩萨将生在极乐世界。东北方报藏佛国。 有九十亿不推菩萨，妙生彼国。无量身如来过中，有二十二亿不推砖菩萨当生彼土，光明如来过土有三十二亿不推菩萨当生彼土，龙天如来过中有十四亿不推砖菩萨当生极乐世界。 圣天里如来过中有十二千不退转菩萨降生彼国，有十二千不退转菩萨降生彼,彼土，世主如来过中有五百不退转菩萨降生彼土，历称如来过中有八十一亿不退转菩萨往生彼土。 四天如来过中有六十亿不推转菩萨往生彼土，生俱如来过中有六十亿不推转菩萨往生彼度。人望如来过中有十句胝不推菩萨往生彼度，生化如来过中有五百菩萨具有精进力发，发具一层在七日中能让众生远离。 百千亿那由他界的生死流转，这些大菩萨也要往生极乐世界。八七金刚如来国中有六十就一不退菩萨，降生彼土。就像这样，诸方菩萨往生极乐世界，已经到的，现在到的，将来到的，供养、礼拜、赞扬。 无量寿佛等等等等，如果我要宣说他们的名字，穷尽借术也没有办法说完。这个就是一切智智大悲世尊释迦佛清扣在这个无量寿如来回经当中宣说的，可见王胜者入害入尘无量无数啊。 下面前面的母亲又这样说道：“凡生必差者，举外神通，因此东方现性要是佛，南方具德差，北方圆满事业差，以及南部波达拉、德摩洛州、西部乌金深井等一切差土，以知身便利外有性，与比比差中光行供养，求官丁教授。” 我耽搁很久，就很快翻回极乐刹中。法如是故，若审必差，欲生一切差无别。将来吃出看戏也可以，在吃茶中，弥勒世子侯等一千佛尊因是自是，自己前来献供，听闻圣法，不过夜而翻回极乐刹。 这一段就是我们啊常说的，见一佛即见一切佛，生一土即生一切土。所以净土法门它就是圆顿法门，一中舍有无量。所以呢，说为一门即是普门，转修即是众生等等，应当如实体会。那么这里前面人波切告诉说啊，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有无碍的神通。 想去哪里都很快很快都能到达，哎，想去哪里啊？拖了很快很快的到达。所以呢，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可以任意去五方国土释放世界。前面已经讲了，登地以后才能去东方仙喜刹土，或者呢要有很高成就才能安住在五台山圣经 性清洁者谦，才能显现,现。布打了，圣经、真摩罗诈的，呃，真魔罗咒的这个通车金刚山、莲华、光明宫等等。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很难去。但是不要紧，只要去了西方极乐世界，转一下身体，再来就自在无碍了。那时候呢，是一地以上的大成就者要去的东方现起刹都一刹就到了。 要去这个药师流利差度也是随念即至，一下子就到了。药师祈福面前，现供养、听说法有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都能随心自在，很自在，很自在了。或者呢，想去南方报身佛的过渡，或者是北方不空成就佛的过渡等等，全部都人云自在了。 所以呢，胜一方即胜一切方，见一佛即见一切佛。而且到了那里，能真正真成满布现心愿，遍供一切佛，遍学一切法，遍礼一切众生，等等等等。啊，的的确确层层查查，人云而至的。所以呢，王生论当中也说到：一念即一思，普照诸佛辉，利益诸群生。也可以呢，一念意识之间。 化无数身到无数刹图里面做种种的佛事，理无量的众生，讲这些都是呢高伟不杀的事。再者，我们往生后呢，也不会忘记这个世界。比如像我过去没有去过年师刹土、观音圣经、香巴拉国土等等，现在能不能去呢？全部都可以去。为什么呢？ 你已经是夜青星者了，新鲜的全都是圣迹，不必抄了。那时候呢，可以分出五两身，一刹那就来到了地球上的所有的圣地。譬如韩人心目当中都有真经五台山、文殊茶渡，而现在抄五台山并没有进入文书圣迹，但是不要紧，升到极光世界下来就 OK 了。 哎，升到极乐世界以后啊，一念之间就到了文殊菩萨无比庄严的刹土，和这个拜见菩萨一起听文殊菩萨讲他等等。像这样以自在的身边呢，能够无障无碍，拥有十方国土，在那里供养诸佛，求出观丁和教授。 不耽搁很长时间，很快就返回了极乐世界。所以大家要记住，这里强面仁波切给我们的一个定心丸啊，大家需要记住啊，强面仁波切给了一个定心丸啊，大家需要明白，并且记在心里啊，强面仁波切给了我们一个定心丸，生极乐世界跟生一切的净土没有任何差别。 先前讲无方佛土，干得无法闻经；同样讲还原世界，更是无缘去入。再讲持方的圣经，那是叶青金这面前的殊胜现象。我本人也没有那种高的境界等等，这个时候就不免有一个怯弱的心。但是弥陀愿害实现了殊胜的方便。 一生到积了过度，马上充实了力量，自备了远乘，伺候那人民之灾，过去不能去的无方佛土，现在都能去；过去不能见到的空心刹土、慈名刹土、圣山圣经等等等等，都可以自在的去住所以呢，的确是一层一切层的不可思议的殊生法门。再者，我们对圣世界总是。 有一种情感愿力，也就是说，我过去生生世世在这里生活过，我还想来这里看看，那当然可以啊。就像这个觉明妙心菩萨那样，到了极乐世界报道，呃，得佛的价值得了数据成就后，的确就是智力光大、啊，辨识方法而可以化成各种的身份，到这个世界啊潇洒走一回，来到这个世界啊。 潇洒走一回啊！所以呢，前面人不接说啊？你想来这个世界看戏也是可以的。这个世界啊，真演做各种声色戏，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但是呢，跟凡人根本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化身再来做无量光大的事业，不像现在自是利益几个众生，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也不见成效。那时候再来就想。 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一样，变各种的身份：是先大德，是先助师，是先靠山，或者呢，现先成普通的修行人，甚至呢，就是是先屠夫啊、妓女啊，或者呢，就是富豪啊、中统啊等等等等，什么都可以。再者，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拥护诸佛，护持佛法。 啊，就像法王上师的《愿海心水里讲的，现界未来诸佛出世的时候，我本人都要做佛的服从，来新生佛的法业，而这些也完全能够办成，完全入愿成办，完全可以实现不可思议的大圆大性的境界，能够一亿圆满成办。为什么呢？因为，因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又得了不推转，之后呢，有非常非常大的能力，在现界诸佛将士的时候前来供养、听佛说法等等。之后呢，不耽搁一，夜，又回到了极乐本部啊，又回到了啊本部啊，就像这样，我们应该看到自己未来的前景。这样了解以后呢，心就很踏实了，非常定，很踏实了，能够定得下来。哎、啊，这样了解以后呢，自己心就。 很踏实呢，能够完全定得下来。最后呢，再次祈愿一切有原则，都尽快做好最终的选择，从而呢，临终顺顺利利的往生到最极殊胜的极乐刹土。那么下面前面人物就又这样说道，心之顿足，此生受众就取必差；续生决定性，从现在起心里要三加考虑。 家尚未去，有不可思议苦；伤人天乐，尽是一场春梦。那么，前面的墨迹尊者呢？他教导啊，心智。这你讲说，这一生一结束，就去西方极乐世界，要生决定的心。那么，为了生决定的心，现在就好好的思维。 也就是现在就仔仔细细的考虑，把这件大事完全定下来，再也没有任何疑惑。那么这样心一胆完全决定了，出发时就直接往耶了世界走。如果现在不决定好，临终一刹那间，恐怕被其他的因缘所夺，或者呢自己错选差途，会落在生死当中。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要知道，很快就到死了。死的时候有道路的选择，而不是神净土，就是落轮回。落轮回很可能回落三恶趣当中。所以呢，这是前途攸关的事，要想一下，我本人到底去哪里呢？去上方还是下方呢？ 双方的差多，哪个我能去呢？哪个是最佳选择呢？想好了事，事先抉择好，以后就没有这个疑惑。决定是如此，再不改变。那么这样心里一直操作这个目标努力，平常每一天都把三根全部回响在这里面。事事反省自己，记好了没有质量？哎，事事要反省自己，记好了质量没有？ 障碍牵住了没有呢？到了那一天自己进发啊！就像这个已经定了某一天要走，那么定好了目标就去买票，办理行程以及去掉各种违品障碍等等，力求大成。这就是有励志滋润的所为。大家清楚，今天特别短暂，马上到了死亡。 哎，譬如我们啊，学寒生当中有一个老人，他呢已经这个可以说就是去买了这个车票，已经打好了包，打算呢第二天离开学院。但是呢，今天上厕所一回来就不省人死了，之后就死亡了，就是这么快啊，谁都想不到。 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还能在这个世上活千万岁，其实特别快。在天人境界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连喝一杯茶的功夫都没有。在天人的境界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的时间，连喝一杯茶的功夫都没有，就这么快啊！所以呢，不要在世间做长久的打算。 应当呢尽早考虑民事的去向问题。那么这个决策好了，就一心在这上面努力，这样呢就报呢此生归宿的问题，也是这一生最关键的地方。不要以为前面人伯器只是对弟子重点讲错讲这个教言，其实就是对我们猴子的所有弟子说的最奇要的话。 前面尊者啊，对于出世的各大差秃居士中功德的深山国土等等，做了很具体的引导，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什么目前还不去调节，或者呢生了以后部落遭遇周民长短跟持方世界一样，差的话呢还有各种情况发生等等，之后呢又给我们介绍了极乐世界的状况。 下面进一步说明，我们能不能待在娑婆世界呢？这里只有上方和下方两种，那么下方就是不可思议的善恶区库，上方有端站的人天子了。哎，这个娑婆世界只有上方、下方，没有第三个地方。下方就是不可思议的善恶去库，上方就是端站。啊人天子了。 但是呢，也只是一场梦，过了以后全空，而且还要重新落到下界。所以呢，大家好好学《增发莲珠经》，以这一点就会十分明白。我觉得必须要学好《增发年珠经》，通过前文段的讲述，能够看到人会一处一处的苦，三恶趣苦不必谈，充满了这个血泪。 整个人陷在恶趣黑暗里面，只有受苦的份，没完没了的忍受苦的煎熬。张去人天也是享受一度的安乐，就重新落入苦当中。尤其天人的变坏的苦啊，超过地狱苦十六倍。哎，尤其天然变坏的这个痛苦啊，超过了地狱苦十六倍，非常非常的可怜。 真正学好了正法莲珠经，心里的确没有想法了，不会再想到这个世上来，还要做人，还要做天，那更不会想去善恶道。那么总而言之，就感觉这里面没有一点好的。事后看到有进度，那的确是万柳魔完，最心事件了、啊。所以呢，每个人学好正法莲珠经。 学好了，那么对这个世界的妄想追求欲啊，会缩减为零。哎，缩减为零，净土净教学好了，就会百分之百的去想。那这两方面达到了圆满的量，那么标准的净土大愿会从自信当中发生，之后就一心去往极乐世界，这的确能得到很大的安慰。 那么去了心愿以后，就变得简单了。心的却非常正式，特别愿意去西方净土，没有别的想法，这样就真正选择好了。就像前面的目击尊者这里所说,说，现在应当三驾四位，智者会从现在开始考虑净土的问题。那、啊、譬如我们为什么研究东方年租净呢？ 就是看看生死轮回，到底能不能带呢？发现全都是苦，一无是处。那么同样，为什么学前面那些说造的宣图啊宣啊这个选择净图文呢？啊，为什么学选择净图文呢？也是一心觉着这个问题，我到底该选择什么插图呢？啊，就像每个人读书都会选择读什么学校。 这是极大的问题，所以呢，我感觉啊，学了以后特别有一种忠实的心，在自己的心中会占据一个很大的重点。那么，之后学习净土净教也会特别有目标，心里特别愿意去了解往生以后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有这样的心，彻底了解好了，没有了疑惑，那净土之心的确会相当顺利。 哎，这就特别有希望了。之后呢，前面的摩经又给我们这样教导：，哎，确确实实，印都大住是尊者又大慈大悲的教导我们，不要放不下人世间。我们回想，也就是说，我还要在这里修发，呃，来世再转生，或者呢，想我还要利益他人，等等等等。 下面尊者就给我们抉择，这是什么时代？到底能不能修道法，或者能不能行持菩萨利他等等？这样抉择以后，就感觉我要立即去极乐世界。就像护助房上师所说,说，我们现在利他的力量很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普贤、宣愿品中所说的。 丁慧神通陀罗尼等等的功德后，再来这个世界，利他的能力就大大的强于现在了，这样自己会有个断定。所以呢，下面这一段也特别重要。下面的母羯这样说道：“左使身教率先起，纵然自己可以从人再转人，但有助缘，非是死亡；但有助缘。” 非色死等多有障缘，又是食水一千，通至无止。很多世间以意识散乱而度过，虽免孝敬一半生命。现在受量过四十岁时，修法无瑕。没见到吗？人扑遍边无度烦恼强，利他翻作损害，与一切智者成就者做诽谤。 于事不善业，放肆而行。今天政府再来，也难立于终生的话，做不到终身一念，凡尘苦业。余主亲友途中，等，自己丝后不久，久生为人，也遇不到他们，只需要铭记在心。那么，尊者说啊，现在的时代。 是佛陀生教率先计，叫做魔法时代。那么经过呢，正法时代、相法时代等等，现在佛法已经走到了末段。呃，即使右心下意识还转为人，但是呢，因缘很不理想。从自身修法的因缘来看，谈到下面是非常可怜的。 一方面呢，有很多很多意外会导致非死横死等等，比如说交通事故啊，或者中毒啊，或者传染病啊、战争啊，最后啊灾难等等等等，人忽然之间就会死去，非死横死是相当可怕的。比如被车撞死，当时处在一种愤恨的状态，当然不会生到好的地方。一旦堕下去，就是个无底洞啊！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 一想都有一种心惊胆战的一种感觉、啊。如果能平平安安的活着，那想一下，有多少时间修法呢？十岁以前属于童稚无知的幼年期，什么也不懂啊，不晓得考虑未来的大事，只知道玩。今天更加可怜了，如果是独生子女，孤孤单单一个人。 还会养成很古怪的、孤僻的一种情形。哎，孤僻的一种这个心情吧，很难政治。那么再大一点，要在时间读很长时间的书。几百年前的西藏社会没有这么复杂，主要是在意识、山峦等上面过日子，而当今时代特别可怜，起码要读十六年以上的书。 哎，基本都成书呆子了，天天读外道的书，被时间法染污了，熏成一整套编辑说字的种种系统，哎，熏成一整套编辑制作的系统，相当可怕，满脑子、满心里全都是充满时间法人物的东西，或者就是编辑制作的一个系统，相当可怕的。 我们现在修法相当不容易，哎、呃，光是清除系统就非常费劲。凡是我们熏染、中毒、过剩的地方，都会使我们备受苦恼，不断不断的起烦恼造业，它不会不起作用的，也不可能无因无缘就去掉了。再加上呢，媒体强大的。 有引力，人的心善全部都散逸了。哎，人的这个心善全部都散逸了。讲一下，每天看多少电视，上多少网，逛多少超市，尤善在各种无意义的娱乐、体育等等当中，耗尽了大量的宝贵时光。这就看出啊。 人生的确很短暂，尤其模式因缘相当欠缺，一定要冷静的观察观察，不要做不切实的一个幻想。那这样看来，这个时代比前面人默契暂时是复杂、啊、一百倍以上了，将来当然更复杂了，众生的业力更重啊，人们的这个欲望心啊、精神性等等，相当的强烈。 自己呢会不由自主的被卷在这个洪流当中。再说，前面的母羯说，前面的母羯再说啊，那这个寿命的一半被谁叫小尽了？还有很重的生存负担，上下班的路上，够得花几个小时。呃，身心已经成了无由自在的造业机器，那这不成了人众的旁生吗？ 或者说这样的地方，呃，不就是人中的监狱吗？这样就看到情况很可怕。不仅如此，一过了四十岁，就发现修法没有多少时间了，这很现实。而十、四十岁以后啊，这很现实。啊四十岁以后呢，人的记忆力衰退，很多事情都记不住，呃，思维脑子也转不动，修法身心也没有力量，人生已经到了下午。 没有多少光景了。我们要想再专生为人，恐怕不理想。如果去极乐世界，一往生就得不退转，所有的经愿都付诸我修道，念念增益无量菩提善根。那个很好，环境里面都是那削发的，修发，一点退的可能也没有，生命达到无量界。 这么一想就知道，要承满秀发，还是要去西方净土，不能在这里，因为太难了。那么有的人会说：“啊，我放不下，我要利他等等。”先前讲个房上师的教言，也是教导我们要审严厉性，不要淡做眼前一点泡沫一般的利他，我们要仔仔细细衡量一下，看看资金。 能做什么？他们人不接受啊，当今人类啊，普遍无度烦恼此生，有非常出梦的贪欲、嗔悔、愚痴、较慢、嫉妒等等，相当的严重。他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呢，一接触就跟碰到经济一样，或者他是贪心鬼，有好大的欲望。 相当贪婪，或者稍微有一点福报就高上天了，不可一世，而且、啊、嫉妒啊，竞争相当的强烈，再加上这个鱼刺特别重，还不自知啊，就像这样，你能教到几个人呢？那这个问题呢？又譬如现在的父母都感觉养孩子太困难，过去不是这样子啊？那比如过去老奶奶说啊，我生十个。 都没有现在这么累，生下来扔到一边，他自己就能长大了。但是呢，现在养一个豆难死了，为什么呢？这是夜里啊，就像这样，一对父母尽心立一个小孩，但是呢，七十年后换来什么呢？只有彻底的一个失望。而这就发现真的很难了。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你对别人做利，反而。 他对你做损害，你很不理解，为什么好心对他，他却恩将仇报呢？他没有至恩念的心，反而伤害你。前面的目击这里说的千真万确，就是这样子。而且呢，对于智者成就者所严重的诽谤，呃，对于十不三业极其放肆，毫无因果的观念。 像这样，今天就算政府再来，也很难立众生。何况我们呢？前面普济的话，话中有话，非常正式，很彻底，很周全，彻底介绍真真正真正、真真实实做不可思议伟大的立圣的事业，不是你今天这个心态和这个行为、这个修行的水平能搞得定的。你资金不多了，已经算很幸运了，其他是搞不定的。 再加上无作恶事的众生，刚强难化的无度烦恼枪，然后呢，对这个十不善业这块一点不怕，他就是放肆，就是天天就是杀盗淫王，或者七个年头说一句话，都是呢，直接见解或自私心，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呢，就是一种欲望心、名利心啊，或者是对花花世界谈作心呢、啊，或者反之失踪都是呢，他的内心。 身处啊我知和自私心，然后呢自我突出的这种的心上面安住的，因为他的这个我知自私太重，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因果不害怕，毫无因果的观念，再加上他都随便智者成就者的干诽谤，然后呢口口声声说的几乎都不真实的话，心里一套嘴巴说另一套，这样的都是说妄语等等等等，或者杀到阎王每个上面去看一看，太可怕了。 那最终的一个众生，今天你一个凡夫，能力多少？咱们人不去算，算政府再来也很难立众生，何况是我们呢？这样才知道，原来以为自己是个大菩萨，能力无边的众生，实际上呢，不但不能成就众生的，而且全部都成了苦役。自身也没有争到生过。 还是烦恼的众生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我执、贪嗔等没有阻力。开始呢有愿力，但实际上呢经不住考验，没有基础的缘故。啊。所以呢，你只要去实际另一个人，就会发现全部成到苦，这谈何容易啊！所以呢，我们要看到成就者的教验，看清时代的状况。 往后会越来越艰难，这上面必须了解清楚。但是呢，我们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啊，确确实实往生的极乐世界就不必要怕了。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就不怕了，再回入盛世，怎么打滚都行，利益众生你也不会腿转。哎，利益众生呢？ 你绝对不会退转，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已经不退了，已经有保证了。再说有好大的神通、智慧、方便、愿力等等，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在的利很多的众生。我们以往经常谈到这样的一个比喻：一般人要利众生，就想把一杯热水浇得 冰河上面，那么一开始呢，融化了一点，后来呢，连这一点热水也凝结成冰了。又比如，亲人你在水里面，两个人都去救，其中一个人没有方便，很超帅的自己自己就跳进水里，但是呢，一时之用毕竟不可靠，只是没有道理。 想救人反而送了命，那么你一个人呢？找到一艘非常好的船，又坚固又快速，功能齐备，他呢很快就到了人。那同样大家需要明白，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呢带回一艘永不破损的船，也就是我们打到不退转地之后，再回到真实界就可以非常非常有效的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了。 那么，由于这一点，很多大的发缘，花开见佛，悟无生，回入娑婆度寒士。也就是佛道呢，分两步来走。第一步就是完成极乐世界，得到自圣的成就，这一端以自利为主；之后呢，再回入娑婆，就以利他为主。啊，所谓的这个普贤心愿，也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圆满成就，否则啊，作为。 一中愿当然不可思议，一年都有很多很多的功德，但是实际达成它的确不容易。按照此事的进程，不知道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确啊，现前就能盛满普现愿望。最后一句是说啊，我们放不下亲人，这是最大的难做。 这就要想到，我本人死了以后，即使在这个世上马上转身为人，也找不到上辈子的亲人朋友徒众了，来世又是一番光景。前一场戏已经谢幕了，新的戏剧又上演了。那么想到这一点，我们要干净紧往西方净土，将救亲人，必须先去西方净土。 哎，相救情人，必须先去西方净土。到了西方净土，有了天眼通，就能看到下面的事。那时候呢，想分多少善，到哪里去都没有一点障碍。这样才能跟亲人会遇，真正帮助到他。否则，在生死轮回里面，连自己都保不住，怎么可能帮助他人呢？轮回就像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 我们在一面随着业流飘转，不断往下冲，谁都没有自在。但是相反来讲，一生到西方净土，就从轮回业流里超出了，来到了处世间自在的世界，那时候才能真正理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好好考虑，我们考虑好了之后，应当呢，时时刻刻铭记在心。 时时刻刻记得世间不是常住之处，已经抉择好了，就不再选择生到娑婆。前面人默诘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经中说，往生者最终在彼刹中圆满正等觉，发如是故，凡是往生者为是一生所系菩萨。 那么经常说啊，凡是往生者，最后都会在极乐世界圆满成佛。法的规律就是如此。凡是往生的人，唯一就是一生所系菩萨，也就是一往生就成了最后生。在这个金刚那老延身上，能够一直不退转的圣经，最终成就佛果而不割第二圣。所以这个叫做。 一生所幸，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任伯切最后这里这样说道：“儿啊，心中记住彼等利益，八愿未修净土愿，未修弥陀观音圣尊，你纳受。”那么最后前面任伯切教导弟子说：“啊，孩子啊，你心里一定要记住这些利益，之后呢心里应该发个誓愿。” 我唯一修净土愿，啊，这就是要有决定志，自己心里完全定下来，此生最后唯一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不去其他的地方，而且去极乐世界就等于去一切刹土，完成这个法就等于完成一切法门，因此呢，一心向往极乐世界，以此作为自己一生的归宿，也就是成佛的路途。 这样就能够完全定得下来。之后呢，这里交代，唯应当修弥陀观音神尊。由于这样的前途抉择，你应当凝收在心里。如果这一点决定了，往后的目标、精神、方式等等，都是呢清清楚楚的，自己也就知道该怎么努力了。 只要在这条大路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那必然不负自身，必然继承超出轮回，必然继承登入不退转地，必然到了净土，一生成佛。所有解脱成佛的事啊，全部都能够迅速成满、圆满成就的，所有的普贤愿海都能够先前实现的。所以呢。 这是一条最光辉的菩提道路。那么最后这里这样说道如是已于马年八月八九二日上下午坐间，比丘掐灭宿宿，独立江出，独立江出，即如一四十二平行远极向。那么好，今天我们在。 呃，新的一年啊，元旦这样的一个特殊时间里面啊，刚好这个可以说学了前面人不期所造的非常殊胜的啊，这个选择插图文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呃，这两天啊有时间的时候呢，多学习学习啊，张地最大的金图啊，大师前面人不期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这个教验，然后让我们自己呢一生修行的会数这一块呢。 百分之百就要定下来，心里完全定下来，一辈子再也不能这个改变，完全定下来的状态。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发愿，然后呢，就是一心想这一生唯一去西方极乐世界，不去任何其他地方。这个就是对大家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利益啊，是这样子。当然啊，这次我们也是一些特殊很好的因缘当中把前。 目前的呃选择，阿土文也翻译了，给大家做了讲解。呃，这次的话呢，啊、呃，我想这个是一个特殊啊、呃，很、呃、好的一个因缘啊，希望大家呢要珍惜啊，要珍惜、呃，要努力发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愿。然后呢，就是一生修行的终点和一生修行的归宿。定下来的话呢，每天我们起心动念，乃至于这个一切一切的。 啊、呃，文字修心，红发离身，机智精章，一切的三根共的全部，在这个一生修行的中点和贵树上发愿回向，那这样的话呢，千千万万的人都可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么不可思议的因缘呢，当然要感恩阿弥陀佛。 肝石释迦佛，感房上市三宝塑身的价值力，今天每个道的塑身的三根忠义塑心，那么我们一生修行的中间和贵宿都啊，一起做了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学习啊，也是对自他八十天当中中下很多非常非常有价值、非常有力量，而且呢，对成佛呢是最重要、最重要、最圆满的归宿、啊。这一方面呢，已经这个可以说就是。 讲完了，大家都听了。 可以进一步认认真真的学习，还是这样。那么今天课讲到这里啊，明天晚上呢继续讲啊。这个呃开始啊，专题开始当中，还是给大家交代一下啊，一些这个修行的重点和归属上啊，还是这个可以说对现在我们道门情况，或者是对整个下面佛教交流中心各个班级未来长远的打算具体操作，非常非常需要重视的这个主要的。 大问题上面呢，还需要做一些抉择，需要交代一些，所以呢，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呢，继续啊讲这个一生修行中间和归宿啊，跟它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啊，下面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的三根为主，十方啊世界啊十法界的一切的三根呢，通通做大学习。那么大学习后呢，把这一切的凡夫身者、的优柔无漏的三根。 全部设集在一起，然后呢，以普贤大愿摄持下呢，照着我们的如来藏的本性开发，智备力彻底圆满，现前成就究竟佛果普贤各位的境界。为此呢，做大的总回向，请到我门念修普贤行愿品。 慈父一得一切之，摧父一切过还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愿我生生于明时。 宝财妙法甘露味，十地无道功德满，速疾证德金刚持。